猪肚、猪心、猪舌，这三宝如何变成美味？来，小胖教你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麻辣小胖，一个关于中国美食的频道。我们将持续更新视频内容，带您领略中国的美食文化。感谢您的订阅 ，Thank you。连到脖子粗，我就是我夫。今天来个干烧猪三宝，心里肚冷水下锅，葱姜料酒，焯水五分钟。现在把焯好水的心里肚再煮一下，舌头跟心子煮半个小时，猪肚煮一个小时。水开下入葱姜、胡椒、盐巴，继续煮至猪心切片，猪肚切条，猪舌切片，热锅冷油，六成油温下入姜蒜可可，爆香下入心里肚。晾干水汽。爆香下入香辣椒，来两个青花椒，烹入料酒，下入高汤，调味，放入盐巴、白糖、胡椒粉、生抽，中小火烧五半分钟，下入小米辣，增加辣度。下入二荆条、大红椒，大火收汁，来点蒜苗，烹点锅边醋，好，出锅。头上来点绿，一道干烧猪三宝制作完成，开饭 ，Very good， 拜拜，明天再见。